新疆浦区金城路街头，一名僧人当街搂抱女子。事发江苏淮安。淮安市民政局宗教处回应称，该男子系假冒僧人，并非淮安本地人。怎么求证的这个过程，能可以让我们看看吗？其实你就说他是一个编外的也行啊，就是个和尚又怎么样？那个成都的公务员不说安抚安抚人家的感情吗？是你们太龌龊，你们心眼太脏了，我们很清白。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在职的宗教教职人员？是应该是一个假和尚，他不是淮安人，他只是在淮安被拍到了。看他的那个也是，汗珠就知道了，不会哦，有，一般不会有在职的和尚，就是带这么大的珠子，这已情经况。报警了，警察已经介入了。介入了又怎么样啊？你能拿他的怎么样啊？他穿一个和尚的衣服在那里搂搂抱抱的，你拿他怎么样？再说你们这个佛门，你们谁还不知道吗？你们怎么样？